的陈龙这位娱乐圈的老前辈级演员，他出道了也是比较久了。早年他因出演青春偶像剧《真空爱情记录》而正式出道这么多年，凭借多部影视作品令观众印象深刻，不仅长相帅气，而且纯熟的演技也是令他获得不少赞赏的原因之一啦。这个就是陈龙了，相信看完他的照片之后，你们对他还是有点印象的。而且他不仅是在古装剧或者是现代剧，造型都是十分的帅气有型的。只见这次他身穿一款灰色的西服套装，打着一款条纹领带，看上去也是帅到不行，精致立体的五官十分的迷人呢。而在戏外的陈龙，如今42岁的他也是越老越有男人味了。在前不久现身某活动的造型中，他身穿一款黑色的风衣夹克，内带灰色的打底衫，一款小卷毛，显得十分的帅气时髦，留着小胡子，这样的陈龙简直越老越帅气了。不知道如今耳朵陈龙你们喜欢吗？这个就是陈龙的妻子张灵芝啦。不知道你们对这位女演员有没有啥印象呢？在这张照片中，陈龙和妻子都身穿了白色的 T 恤，搭配黑色休闲裤，看上去十分的休闲时髦呢。不得不说，这对夫妻笑起来还真是有点夫妻相呢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？最后，这对和蔼的兄弟就是陈龙和张灵芝的孩子啦。不得不说，这两个儿子也是遗传了两人的超高颜值。身穿一身黑色的哥哥拿着小球，望着弟弟的眼神也是尽显宠溺。而一旁的小儿子身穿白色的 T 恤，搭配灰色休闲裤，这一身穿搭也是显得十分的帅气呆萌。看来这两兄弟长大后肯定也是跟爸爸一样帅气了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？